下一个嘉宾呢，石头好像也认识。就这样啊，你来猜猜下一个嘉宾是谁？特别稳重，特别淳朴，特别热情对朋友的人。我觉得应该想不到，因为前两天他那个还在给我发微信说过两天要去我的老家张家界玩。你第一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你来问，男的女的？对，就是男的女的。对对啊，男的女的？对，女士。哎呀，女士，女的。那你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？女士的年龄不能问。嘿，这个回答完美。我们最近有见面吗？不光是线上线下有见面吗？当然有。好，第四个问题，你是唱歌的还是演戏的？都不是。这个人就把我整懵了。你就问他，我喜欢过你吗？你喜欢过我吗？我喜欢过你吗？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我哪知道。哎呀，那是王小倩。王小倩，好，是不是主持人王小倩呢？哎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啊。五四三二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，王小伟。你说假话了？他哪句说假话了？他歌手演员呢？是啊，他哪个都不是，他是键盘啊，他是唱歌呀。九月奇迹王小伟与大来宾相识多年，更是在音乐上惺惺相惜，互相学习。今日他惊喜前来，将带来哪些属于他们之间的故事？我刚才说我们喜欢，真的是真喜欢。哦，你真喜欢？好多人都喜欢啊。完了，你们谁都不喜欢我们？哎，你媳妇儿已经出去了。提示我，刚有人提示我这个问题应该那么回答，我没好意思。怎么回答呀？你说喜欢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这个你就应该那么回答。真的吗？